大家好，我是武当武术传承人金峰子。首先在此预祝法国东方文化传播中心30周年庆典活动圆满成功。提起与法国东方文化传播中心的渊源，可以说追溯已久，中法的友谊源远流长。在柯文主席的带领下，我与法国及欧洲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一起学习、交流、研究、传承中国武当道家养生功法。大家同心同行，关爱自己，关爱他人，关爱我们美丽的世界。在未来，我也将不遗余力地与法国东方文化传播中心一起，为大家传授中国武当道家养生功法，更好地为大家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。最后，祝所有的朋友们福寿康宁。